一年也拿不到一个五杀呀，他两年也拿不到一个五杀呀。这同样是这个实力主播大人对剑，怎么差距都那么大呢？哎，打那么久啊，大哥，不能这样打呀，兄弟，这打那么久，这不，你打那么久啊？这被拉到也很蠢，被拉到的话感觉有内打二的这个。下路先炸了，我先也炸了，好惨，中下路都炸了。这辅助真该死，那种卡现在说实话都得杀啊。别往那边走啊！我操你！哦，有肾是吧？那么死。还行，辅助杀还行，有肾是吧？那还行。被迷住了。
有圣诞不一定下得来，我觉得，不圣必须第一神啊，小心，不一定下得来，卡莎的爆发加上我这一套，啊，他不一定扛得住，摸一下。 有个盾还挺恶心的，说实话。带吧。看看手气。 超好恶心啊！这是真恶心，这不是假恶心，是真恶心。我准备技能啊！ 还想打着？哎呦我操！完遇错人了，一样啊，还是叫挺好的，一样的。 我遇到他也是要进化，一回事儿。还好还好，辅助在，不没辅助我死。哎呀，嗯。一切尽在。
还没 Q 死那个谁，可惜了，没有 Q 死延续，差点伤害。再买个大棒，买个850就杀了，空血延续。 不过我们这样打下去啊，对面很难玩，因为我们蛮王一直在带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蛮王的优势会越来越大。甚至这个英雄团队，你飞一波就得掉，第一波你掉两个塔币，第二波你塔就没了。 无所谓。你看，上单杀三级的，应该差两级左右啊。表面上杀三级，但是剩应该这波线吃完就九级了。而且蛮王是在那边区域为所欲为，横行霸道啊。 动不了，靠！完全动不了啊！完全动不了。 蛮王下路吧，蛮王这把已经无敌了啊！现在是他现在是应该是完完整整的压了三级了啊！这个肾现在已经守不住这个蛮王了啊！只要在每一波这个肾来的时候，我们稍微小心一点，规避一下啊，让蛮王蛮子去带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 今天上钻一，那明天的话，那我就得大师啊！后天的话，那不得300点？大后天那么600点？大后天900点？其实我上1000分也就几天的事情。
我主要是啊，比别人多打了一个大段啊、嗯，然后现在已经大师一两百两三百点了已经。我跟你们说，多打个大段很伤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，我现在如果不是多打个大段，我现在已经大师了啊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你们自己算就知道了。反正是系统 bug 啊，导致我们多打个大段，不然已经大师了已经啊。然后我现在段位应该就是大师的段位啊。乱打，你们要带。让他带。看上去要随便乱开啊，让蛮王带啊，蛮王现在已经带线慢慢的无敌了啊。我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这么可怜吗我？上把拿五杀，这把就一个人都没有，啊、这也太极端了吧！你不想杀我吧，老威逼？我疾跑一开谁也不爱，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。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又是这个位置啊！又是这熟悉的位置啊！我操，陈大鹏牛逼！直接点了吧，这波瑞尔直接把这瑞尔直接把这个四个人全部开到啊，而且这开到的位置还是对面打野无法惩戒到的位置，点了啊，像这种打完之后我是非常的伤士气的啊，直接就点了。